今天，你干嘛刷牙？哎，帮我拿水。你开了没？我开啦。排。开啦。哦，好。正启动客户端。玩这游戏还没玩过炸弹呢、欸。什么炸弹？因为它里面有可以做炸弹啊，好像有汽油弹之类的，对不对？用人头炸弹什么的。我们到了吗？到了，到了。我们的。天哪，大太阳！哎，是不是离开的时候是下雨？对，离开的那个晚上是下雨的。我们昨天其实要把这个房子拆掉，然后盖一间更大的房子。那怎么不拆？对，但是因为拆了以后呢，我就想说那个时候要下线了，就要关了。然后我想说，哎，没有房子了耶，那就没得存档了，那应该算了吧，反正才一点点而已。然后我就啪的直接关掉了。哦，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个短暂的回溯的状态。欢迎大家。对啊，就是、我们只要有个这个地方存档就好啦。欢迎大家加入拆除大队。好啦，简单。那我继续伐木。那我要帮你们把这修好，把你们砸坏的东西修好。伐木工。你这个不是也要拆掉了吗？哪一个？旁边这些啊。就那个。先不要好了。我把那个建筑师的工作交给了米奈，必须搬木头。米奈建筑师，我们就只要负责采集，把东西拿回来。你要很多木头，这边有干净的水哦。啊，我要去偷绳子。咦，手臂只能装两只哦。我手臂、手臂只能装两只，脚也只能装两只，总共加起来不能超过三只。都身上带的肉吗？对对对。哦，好，没事。我现在听到那种细小的声音，我觉得是野人在叫的感觉。就是等一下，我跟朵朵可能打野人打到一半，头要低下来。为什么？有上空的啊。哦，不能看是不是？不能看。好，不能看。你有设置那个吗？有啊。我有设啊，可是没有用呢。可是以前小强就是照样实况啊，直接被ban台啊。太惨了吧！又不是我要放的。可是我在玩那个《暴雨杀机》的时候，有一幕就是女主角洗澡露内内啊，我也照播。那为什么就只有她衰被剪辑了？没有，就是衰被扳手看到了。啊、真的。到了。可是都已经设成人了，为什么不行？我也是这样想的呀，就是、我都已经设成人了，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有马赛克的存在？就血腥那些是合法的啊，吗？成人不代表是裸露啊，是可能血腥啊。他这个很烦，都不能预设正方形。安安，哦，哎，野人吗？好像是哦。野人在外面，他进去了。哦，好多！哇，好多！等一下，好多、哦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我靠！哎呦呦呦！我不想放开我的右键。他很会躲哎、欸。等一下，他没穿裤子啊，连裤子都不穿。你要害我只能仰着头打你啊！不用，不用怕，他没有那个东西。哎、欸，后面还有，跑了、欸、跑了，路灯，还有两个路灯，还有声音，外面好像还有，有啊，我跟朵朵在打，啊，我痛，
椅子不见了，干！刚打掉，刚打掉。你不要死了，不行，我要出去了。你跑你跑回来。不，你去追他，我打他。我要去了。他死嘞。我也快死啦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没了吧。他有两个路灯。对啊。我想说奇怪，要坐下去。盖房子的时候一直有听到跑步的声音，刚才想说谁跑这么快，咚咚咚，是不是底座要先盖好才可以往上盖？先够大了吧？看，差点GG欸。这个斧头自己做的斧头是比较烂啊，砍木头的话。我不知道欸。石斧会比初级的我们从飞机上拿那个还要烂吗？还要好。还要好。比那个砍木头有差。飞机上只是破窗的吧？那我来做一个。飞机上的是紧急用的。哦，我还特地把它加了羽毛，让它攻速快一点。可以，还可以这样哦。可以啊。还有攻石斧，减少攻速，增加伤害。你是说精致斧吗？就用石头的啊。哎，我没有绳子哎。去拔。你说去野人家里拔是不是？我刚刚就是先过去看了他们家。那米娜，你们要去要不要去拔？好，走，我们去干人家的绳子。找个木头。但是我基本上是一个迷路的状态，没有，就我们家旁边斜坡下去就到了、啊。左边吗？对啊，面对家里右边。好像那边好像有两个绳子，然后还有一个。哦，平台好。门关不起来耶。要再冲。奖项有个一，这边、啊，哦，就这边啊、哦。对啊，停、啊、止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没有，我不小心把那个萤火给打掉了，我重新做一个。哦，哎、欸，还要紧？不是做一个超大的吗？可以做那个篝火啊。就是、那个已经那个啦。萤火晚会。对面就重新做一个好了。那个已经拿了呀，了有拿到了两条。对、啊，他每个人不一样。对啊。这边好像只有两条。有吗？我把这个打掉，然后把布偷回家。我都要去洗澡了。我很脏吗？对。你嫌我脏吗？我很臭吗？多多怎样都是香的，那倒是。洗个澡，巨蜥跑了，那我可以来做一个。你说在做的时候再加一根羽毛进去，它会变快吗？还是要做完以后？做完以后，然后你就是点羽毛，哎，再加树翼、哦，可以升级它。Good. 要加几只羽毛啊？蛮多的哦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对，它还要树翼。对，去采啊，砍木头嘛。有，我有，没有啦，只要一根羽毛跟一个树翼就好了。真的假的？还是要越做越多、哦？然后，对啊，可是他还可以再做啦，但是我就不晓得是。我加很多根啦、啊，我的骨头上都是毛。那你看得出你自己的武器有多哦？可以啊、欸，它上面会有个蓝色的是速度吗？哼哼哼。对啊，可是我看一下基本的，就是速度比这把还要多啊，所以我刚才问。哎、欸，一次加很多根羽毛是没有用的。他会一次帮你加上去，就是你材料够的话。可是。干嘛？
没啥用的感觉、欸。哦，有啦，可是如果你把速度加上去了，伤害就降低了。有吗？嗯。哦、没关系啊，我这把就在砍木头用的、啊。你加到速度多少？看一下哦。看不到。可以看吗？可以啊，你把武器从在 I 里面打开来。嗯，然后嘞？然后移过去。嗯，可是没有看到多少啊？它没有几格几格这样哦？没有几格，它没有格子，它就一整条。好奇怪哦，你的怎么长得跟我不太一样？你拿掉之后再进来，应该就跟我一样了。哎，你今天是不是看到东西都跟我不一样啊？对啊。不管是游戏内游戏外都是欸。哦，加超多根，超级多根羽毛一直戳上去欸。对啊。二四六八四二四六，我现在这个有十八根毛。按按哦。算了，好难对齐哦。好，哎咻，就这样。哎呦，我怎么做个武器就晚上了？一睁眼就晚上。啊！为什么？是谁？太靠近，太靠近，太靠近了吗？是谁？他不能靠近。用那个是大的萤火是吧？对啊。太靠近不是应该要烧起来吗？怎么会自动分解啊？谁把它敲坏的？哇！但是我没有动。我这是修补锤哎，这不行啊、哦！按下来，想说什么？一修直接坏掉。那很贵吗？就需要的素材目前要五根出木，怎么可能那么烂啊？哎、欸，有人来了啊！太烂了吧！你来帮我照明。怎么太烂了？你赶回头。不是，这边很危险，你等下把地基毁掉，换米奈叫啊！我没有，我打他的头。我好不敢打了，我天啊！妈的妈的！好了，哎呦！哦，梅子多打了一下。哎，拿走，先做小啦，可恶。不是啊。哎呦，艾米猫。先不要擦哦。哎，好了，我先做小的啦。大的可能等之后。缘分吧，还没到。再找时间吧。缘分还没到。哦，又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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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烦嘞、欸。干嘛？我正在敲。哎呀，你看看你，不是我，哎、欸，你们刚刚在闲按呐、啊，哎哎、欸欸，三只在闲按呐、啊，按了，看，我要先把火点起来，不然他们感觉好像一直跑过，啊，那他会躲进，小屁、啊，哦，两只，我这里有两只，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一只，哎、欸，跑了，没有，你看火点起来，他们就跑了，哎呦，又来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、欸，太好意思啊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，不要吃，不要在外面，在外面，在外面，两只在外面。等一下，我要死了，吃一下。喂、欸，三只，哎、欸，他拿火把，等一下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他要丢什么？他要丢什么？他要丢什么？还下雨，他们有够衰的，要不要谁带你晒啊？你不要把东西戳坏哦。没有。死了死了死了。是
同伴的肉回血吗？还有是不是啊？还有，好烦。我是萤哦，萤火有没有啊？是啊，又一只死在水里了啊！没错。哎、欸，我又是要冷。我在烤火了。看不到血量吗？有啊，有血又来啦！天、欸，好烦啊，受不了了。他们都很会挑在东西的旁边哎、欸，对啊，都战战兢兢。要打不打的？没有，怕把家具打坏。对。哦，我懂意思了。家具打坏也不会把材料还给我们。对啊。嗯，等一下哦，这样，哦，哦看不到血量没差，你没被那个挡住啊？嗯，一只口会挡血量？怎么那么大哦？火又被打掉了，不是我了、啊？不是啊，雨太大了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是火被打掉。哎、欸，我没打呀，我在打那个呀，我在打这个。还是我不小心回到了。我觉得我今天已经死在这里。我觉得有点危险。哎、欸，赶快生火！好冷啊！石头。我有，我有。好冷。在滚啊！哦。拿着一根腿干嘛？这个头没有用啦。对啊。头到底？头就是拿去烤，然后拿那个头骨就好了、欸欸。咕噜咕噜咕噜的滚走了。那直接白天吗？现在好像没有木头，没有屋子。有啊，这边有帐篷啊，这边有帐篷、啊。我们把肉剥一剥。亮一亮，又满了。好糟糕，又湿又冷。哇，你又湿又冷，我是不是感觉我把一些我把手手丢进去好了。我瞄不到，可以加火，我找到了。嗯，找不到家伙的位置、啊，没办法选哎、欸。对呀、啊，找到了。烤脚。
众有人竟然说看得我好饿，这是正常的吗？不正常啊，不正常啊，大哥。看，你看掉成这样，你会饿？我的妈！吃肉肉。哎、欸，什么声音？你刚是偷偷揍我？不是啊，他不是在剁东西吗？好像剁到我了呀。我们要睡过这一夜吗？睡过吧。好啊，嗯，把。那再不睡会冷死。赶快，在旁边吃吃肉。好，来了。完毕了。按了。哎、欸，怎么一醒就坏了？那这零食啊，这零食啊，怎么还在笑嘛？嗝屁哦！感冒。哦。哎、欸，我的肉已经放在身上的生肉会腐坏哎、欸。对啊。什么？好吧。吃饭哦。好像很难吃一样。这边还有两个尸体哦。嗯？是不是太多东西要吃了的时候，东西就没有办法丢进去了、啊？你说萤火里面吗？对啊，我现在都没有办法切换要丢什么东西进去、欸，哎。不是按 R 吗？对啊，可是他连那个让你按 R 的选项都没有。东西太多。我眼前只有一堆那个小精灵的图案，就叫你吃饭。白痴哦！原木旁边一堆蘑菇，一直吃到。带个，哎、欸，大家出门记得带个吃的吗？那个啊，手脚啊，对啊，带个零食。那记得来拿树翼哦，那个树旁边。哎、欸，满啦！因为这还有一车。那我推回去。好。这样我会进去在里面。啊？哪里面？就是我封起来的话，因为它底下有那个铁杠，就进不去了。嗯。不是可以挖洞？让你想想，我把木头丢在这。北七，东西。哎、欸，我忘记身上涂泥巴会怎样了、欸。
会躲避野人。他会躲避那个吗？动物吗？没写。好。哎，射了一箭就跑，哦，这个也可以啊。哎，拿了我的箭就跑，得录吗？被狙了吧？对啊，这一头吧，跑很快，跑很快，跑超远的。啊，真不行。算了，不靠近他了，你真的是一靠近就跑哎。要不这一头吧？稍微靠近就跑了。不是这头，我靠逼！对不起，是这样，是不是谁？是不是他？不是，不是这一头。我不管，就是这一头。喂哎，你是你？谁射我？是不是你射我？你是不是射到我？他卡了，他卡了。扁他。笨。哎、欸。扁啊！哎、欸，这只鹿怎么这么顽强啊？它扁很久哎、欸。这里的水是干净的吗？不不不不不不不。对啊，不不不不不不。哎、欸，我不记得我从哪里来的了。你没有带车子过来、啊？哎呦，有啊有啊，这边一台。我放得太旁边了。好像真的有比较快耶、欸、砍那个用那个羽毛斧头。太，你砍太久了吧？嗯？啊，鹿啊！鹿很难死哎、欸，超奇怪的哎、欸。拿鹿头在打鹿。走啦！哎、欸，屁啦！竟然还有办法跑！在跑啊，在跑啊！死了死了，有一只。哎、欸，我剥过的皮，这样你还有皮吗？不行，你剥啊你剥、啊。什么？剥啊。没关系。旁边你脚边有只兔子哎、欸。你一定要开台说这么恐怖的事情吗？你看他射了，射到就跑哎、欸。然后就超难追的，干，不要浪费箭了。
有没有中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看到的不，我刚打到的不是兔子、欸，哎，是松鼠。哎、欸，还是它是兔子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来看，你来看，你在哪里？等一下啦，在拿鹿头。它长得超像松鼠的啦。那就松鼠啊。可是我一把它抓起来，它又长得有点像兔子的头。我看在哪里？我在我们就是砍树这边啊。我来了。哎、欸，你看这个地上这个松鼠啊，这是松鼠啊，对啊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啊，哦，还好还好，因为小它长得比兔子还小。因为到几点？不知道。好啊，你走吧。我是捡不到小石头哎、欸。在地上啊。哪来那么多小石头？我怎么都捡不到。很小，就是你没事经过，看起来能按一的地方，你就啪啪啪啪啪的狂按。可是我都捡到大石头哎、欸。那个小石头比大石头小很多很多很多。我记得我看过小石头，可是怎么在这边就没有了？真捡到超多的啊！哎、欸，谁把这个衣服叠起来啊？没有，刚丢的。哦，丢的也太整齐了吧？还有兔子皮吗？兔子皮吗？等一下哦。我就在家里做一个小床。我看你把子了。我有，我有。不要追我，不要追我 ，no！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要爆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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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爆炸！明奈，明奈，啊，这里面，给你，给你，你拿去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直接放，直接放。怎么放？放床。我没办法放啊！我已经拿在，我怎么不知道怎么拿下来？有人会破坏墙吗？对不对？插一只，再去杀一只兔子皮吗？没有了，我没了。我们家有啊，我们养了很多次。他们有在生小孩吗？没有。对啊，还是三只。哎、欸，是谁又在晒头啦？自首，自首啊！晒什么头？啊，人头！哎、欸，我卡住了，救我！小心，把这根木头拿走，我前面这根。然后再塞东西。谢谢谢谢。哎、欸，附近有会丢炸弹的人哦。他们也太高科技了吧？我们也没有炸弹哎、欸。